不不，你我看你很客气，没事。一来你这种，你37、3，我看你36、7、7，你讲话这样子讲哦。什么的驾照？开车不用驾照。啊。载具自己查。哇。大哥。哇，怎么遇到这种的？安局长，你看一看啊、哦。我都带好。你不是要看这看这个吗？啊。你现在配什么配啊？能不能叫你拉下来？你不是要带好啊？载具给你看啊，我都带好了。那就带，你不是要看吗？现在叫你带好了啦。确认完身份了。对，我要带一下。对吗？你要确认身份给你看。对 okay, 你年纪轻轻这么嚣张哦。啊，大哥，没事啊。自己违规，现在跟他讲恼羞成怒要自担。焦先生吗？你不要讲那个干话啦。啊。什么是干？就是在讲干话。你就是在讲干话。口罩你听不懂啊？你听不懂？好、啊，你听不懂，怎么了？好、啊、好，我问你。好好，赶快治。赶快治，不是要查我身份，口罩给你看，3秒就拉起来了、啊，你就治嘛，赶快。你的态度很好，真的，教他，就36、37的，我客客气气跟你讲。我知道，可是因为这边也是机车。对啦，我知道啦，我知道啦哈。你的步入我们也听过。我是好意跟你说，这个态度这样哈、哦，口罩戴起来，你擦远的，等你拿到乐队控再来跟我讲话。等一下！哇塞！那你的备证号码也不缝起来。你是真警察假警察，我倒是不知道了。多跟另外一位年轻的警察学一学。驾行照。现在开车不用出示驾行照了哈。啊，你不用拍我啊。当然拍你，你不要闪。这里是。清溪所跟大林所的交界，你从龙湾跑到这边干嘛？那学弟，你走开一点，我不要录你。就是，过来走，我这边很多规矩啊。你们两个都体格比我好。啊。学长他差远了啦。你为什么不带零检记录仪表？我停在路边打电话。回答你。对啊。你为什么不带零检记录仪表？我停在路边打电话，我有边开边打吗？不用来撞我啦，不用来嘟啦。你从龙安所跑到这边干嘛？扫鱼农啊？没有，这是我们规划，你不用过问。我不用管，我不用管。哦，警察平安跟他退休，你还找啊、哦？有本事你乐队再来跟我讲。哦，你很嚣张嘛？没有嚣张。要临检记录表不用随身带吗？我执勤，他也在执勤。这个年轻的学弟就很客气。怎么不会？你还当人家学长，赶快拿来。哦。我是停在路边讲电话，我没有行进间讲哈，赶快送过来，龙湾派出所哈，赶快送过来哈，你已经把我留在这边近20分钟了，要不要跟明德讲一下，带我回警务处所查证啊，载具上面有我的相片啊，你要我等多久了？已经20分钟了，疫情装备不用带吗？不用带吗？20分钟了啦，临检记录仪表，赶快啦，赶快啦！哎、欸，来了没有？哎、欸，小帅哥，你过去一点啦，好喂。我叫潇湘啊，你的名字都不敢讲，你备账号码也不缝啊，很好，很好。局长，这个也不用缝备章，临检记录表也不带，也跨辖，好、哦。啊，对你方法不当。我是未遵守程序啊，未遵守程序，而且你又未依带未携带临检记录表、应勤装备，请两位同仁送过来。那你的备证号码也不缝起来。你是真警察假警察，我倒是不知道了。多跟另外一位年轻的警察学一学。对。赶快写，我们保大随便34、3的都会写。你当一个，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巡守，你真的要再教育啊？代班人员是谁？名字写一写，先写一写再教你以后好不好？还不会写，报告局长，哎，吴副连分局长，他不会写啦。陈局长。邱少洲分局长，
郑英俊副分局长、吴武田副分局长，你看看这个巡所，三个学弟客客气气，大概在那边弄半小时，那个零检记录意义表也不会写。